这是越来越有意思了，诈尸了！哎，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，没有结疤，不是和尚，先把他带走再说。 见过你，我拜会过忘忧大师。不过，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，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 也对，你好吗？ 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吴昕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。